把空盒子放上，到这边来拿呀。好，把让我照一下里面。 OK， 啥也没有，再放一下空盒子。OK， 好，放一个这个二点零的这个铁进去。OK， 2.5 好，放进去，然后开始。好，拿出来复位，再试一遍。 好，里面是有铁的 ，OK。